个女人如果没有一项特长，你如何抓住男人的心？如果一个女人什么都不会的话，哎妈，这都是贩卖焦虑，咱别受这东西影响，知道吧？这就啥也不会了，能怎么的？不是，咱们这边课程的话，小提琴、钢琴、吉他都有的。那这些课都什么价位呀？什么价位都有的。哎，我问一下，咱们家孩子多大了？咱们家孩子，哎呀，都说了，那些都是面向儿童的了。我看起来像我孩子一样吗？不像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哎呀，姨，有点练成自由搏击，了解一下。你多大？你叫我阿姨。我一零后。生活像一把无情的刀，改变了我们模样。那你一零后，那不犯毛病。那吃了吗？他在干什么？他说他要学自由搏击。你吓人。这回可没人敢管你叫阿姨了。我早就不在乎了。哎呦我操，阿姨对不起。哎，是姐姐，姐姐对不起。啊，没关系没关系的。学生时代，你愿意回去？这狗都不回。